元大金是以122亿韩元，相当于3.42亿台币，取得了菲律宾东洋储蓄银行100%的股权，成为继中信金之后第二家在菲律宾拥有子行的台资金融业者。元大金强调，菲律宾前两年的经济成长率高达7%，稳居东南亚市场之冠，是具有业务经营的利基。